我爱开桌。好嘞。好嘞。你让我发挥。那是，那就是租金，那就是爱开桌。回去啊！那个车上就不吃那边苦了，然后掉一个。
那丢呀，应该丢不着人，你回去吃了破，你没干。没人给去年上的钱呢。还能给我攒走了东西。吃吧吃吧吃吧。吃吧还真讲可能不行，我不吃。退下去了，退下去了。这我回马上你走什么呢？就是那破，他去了。那咱俩下午见吧。你不是没有好奇？不拿奖，是他还紧张。差不多差了。好吗？两个人聚不聚？像还能打到三楼的，还有到三楼。你这今天带不上牙行吗？嗯？你打到三楼，带不上牙，他出一点，那就没气。他不压着呢，还能让人呢？出一点分就不两万几分钟了。看了又看了，还等看了又。他咋看？家不是了。你把马放了，你俩他出一点，外出一点是两万几的，出一点是啥？这么人很多，不要这么人。这让人不足啊！人当然是，人一口湿，人是湿出来，他是不好。那你看到咋着了？人一口湿去吃你的。咋着？我就去吃一点。我跟你说。这走不了，人不是不当。哎呀，去吃几个人？得多少钱？行。开包他走不了，家人都没辙。那你啥心？啥心？你不说这个？这继续存的都是。啊，他现在吃了。出一点，我就说。大舅子，他得吃药，他得吃药，应该还得胖。今天这戏啊，咱不哭，咱不哭，咱不哭。他得让经常出一个像咱不哭，咱就哭。对什么戏啊？对过来人了啊？上过上市了。今天是下个月走戏了，有可能。不是说是你不叫瞧着我了？你就上跑的。干不干不？现在要去你吃完再吃，反应快，这一头吓上你的，我这样，不是你反应快，你要还有啥哭啊？你反应快，他也不能到，也不能到这地步去来，你反应不哭啊？反应不，他给我上去抽死了，啥病啊？你不是腿会腿啊？你好啊，让你吃吧，来吧，干啥的好呀？那个啥。容易，是不是早着呢？这家没出到活，早几回又出又老。你看我这真是太实了。太实了，大人中兵也太啥实了。你要造人呀？他愿意。大中兵，你来坐着去，坐着去。啊？这可多了一些，坐着去。不是大中兵，你能回来不？不是人家也腿破，你人家不也腿破？真急啊！在石头底下站下头了。那又说不说人家？你邪不邪乎人说？邪乎鬼叫！鬼叫也拖着头埋了，还拖着头埋。这下一回一听没鬼。那你还得抗拒了，你虚的话说吧，东北你往你提前，我先回来收上了一个，不让打。不抗拒就抗拒啊，那无所谓的。我不让他做什么不行了吗？那非得让他做什么？行不？咋说还行？这玩意儿吃不啊？吃不，烤局你烤的还是吃泡嘛？嗯。吃泡了。还能吃？就是。那提不？再烤局。再烤哪个？烤这个的。啊，烤哪个？靠这个，这不就是我多赚个十吗？我下一回过来一吃泡，不就多赚个十吗？多赚个十，也是赚的。靠去啊！不靠去不行。大哥，你靠上哪去啊？我这靠。靠啥了？大乐是吧？没办法，你是哪个靠的？应该是那路上的。靠了他不行啊！我靠。不靠不靠啊？知道吗？你这样吃多厉害啊！吃的不让捡的这种他敢吃，是吧？他也不敢打我的。不是，你早就吃他鱼了，对不？早就吃
那就我也不上了局上理解铺上了一碗包落了一碗铺吧你得吃行啊见一步冲起来不吃冲起来也不吃冲起来也不喝冲起来打吧冲起来也打我们跳我不知道我卡卡我卡卡你拽炮呢你拽炮他输赢双炮就丢人了你拽炮吃了不行啊吃了哈你吃了再挪挪你在这多这个血还得这靠地下吃了吃了吃了这靠绝佳风格嘛靠着吃啊靠着吃啊你还会还用着甩动啊打二十就吃了我们哪跳啊这一波狐狸啊狐狸这样狐狸还带着他不那太低了咱俩太低我给我砸上砸上怎么回来买一车你往下扇我先往下扇我先往下扇摸着扇那是狐狸啊狐狸吃破了都比了吧这个球子你打十几块钱球子你打十块钱不球上就解放了你气啊还是不不不不我下球上球上比较你出脚舔他行吗对了下球上下球上还亏得一破我的鞋吧你退一步退一步我说回去去吃他哪里掉的人吧这些豆子这些豆子哪里穿的下上坡啊就下上地坡这天一车天一车反路坡我穿你的你反吧反路坡去就是厉害啊吃了不行能上进去上进去我就不你怎么你要好歹起来上坡了素颜的，素颜的，他烦。哎，没有电，那就是天神婆的。这些什么时候说？哦，选一点去，哦，选一点去。选一点去，他得送。哎，退不了送。我了，那退不了送。选一点去，防止他洗不掉。一个退双，退双挠一挠。哦，对他不敢跳。吹双就僵死了，吹双。嗯。僵，还吹。第二圈。第二圈圈。第二圈圈就一个小。你打。第二圈。我手上这边要买过来，能刷我还得刷。我那你又不讲我黑不着。讲讲话的呢，人家过得好。这局还不敢走，一走他说少。公吗？你不得。啊？一个门，一个门，他不敢跳，你就公平不行。我头一脚恶心了，这个门就别双肩或者。你和他画不和他画不行啊那得切了吧好了吧说着我是人家是吧说着我人还说着会是怎么就说着这四个大这红说过人啊对不我说那都活过去了这一波，那最多一波不行了。那不走下工兵也可以啊。工兵不行，来上面拆床。那一拆床，你看。啊，对啊，不管工兵。他多多上下，然后不要这样干。
成功的把他那个马弄回去，反正去看有的香，还能香。有的香是有的香。还能香。那咱们吃毛钱还报警？上不来，上不来娘面。没啥还有上不去。想想过年吗？不能，还过年吗？他都没吃吧，因为他没吃吧，因为他没。让他不买心，公也信，公在也信。我这下雨了，不行，下雨他把你这个门就进门门。你家公他也挺好，公他在呀。家公他又不在呀，他在这。家公他又不在呀，要不他又上。在呀，这呀，在呀，这靠脚。哈哈哈哈哈！他没劲儿，他没劲儿。你这个位置，你这个毛病上压不住了。还让你喝上。那还是都不管了，这个位置就是那啥嘛，你该俺弄我的。他上门还没地方挑。上哪开房啊？啊？你这工兵吗？你这出来吧。工兵不行啊。那个桥多，哎哥，你那你不知道吗？啊，你那灯什么来着？那不三个脚吗？灯没了吧，又退了。那不直接烤了脚不行？那灯顶穿上的湿了，没有十分钟就坏了。回来我想退回去，不好我就吃回去吧。他就要花个钱的吧，弄来掉那天了，把路着吓得让了发天。真的，我就不说。哎，我找他客服，他客服也不说是，就说他说你睡吧，你退了吧。我现在那再翻过来还不就要翻过线的吗？他家老爸喊你拉去别走，在外头搂着，啊，盖个也不觉能上。你知道明白吗？啊，你知道能明白？你知道有啥？啊，又是有啊，又是有。你知道没？关键关键好讲了，能不得多？吃了他供那个姜买的，然后坏了质量问题，然后他就得花钱的。你这门儿能这样了花钱吗？找他的，让我家推了。姜是为啥嘞？你养吗？不掉病吗？掉脸掉牙病吗？你看你。啥老板娘？我这个电话了，充电不是，我那是插到电瓶、电动车上的。我这也不充电，是了他，我了他，娘呀！那个充电还是那个挺够的，还是让我输的突然间取消了。那就是，你没加吗？哪加上了？我你们家不就是一个家伙，就一看外头看看那卖东西出摊子的那灯似的。还不管，还有一点的，今天又一出一嘛，上班又一出的，我发来了。你这睡吧。嗯嗯、我饼肉不吃。白工嘞？白工，要还真是白工嘞。他说是小了人也不采了吗？采了也得一年走花，我们叫过去两饼啊，叫别还退。他过去两饼咋了？你不丢买吗？小了。他过去两饼那能咋样？过去两饼，我还不是跑着过两饼呢。他又不是不够那人嘛，我来够啊。我买他跑他的多少？走跑，走跑，进三步。你走跑人不香呢？啊，香香不？香了门不香呢？我这翻过线行不行？行啊，你长知道他别翻跑不香你病人。多钱喝？香病人。多钱喝？盐上去。他打完他就忙。挑上，然后放龙炮，他那在他那点不发，一个飞机一个路回来买的，回来买来正好中炮一枪。哎，他这儿还讲你没看到人家咋没有一枪？将军就出去讲。嗯，你要看上挑什么？将军出去讲。那不正常人，好，跳跳跳，踩着吃着病了，跳。吃烟吃一个。公园去吧。
公房现在涨来了，上来也拉不住，那你拉住了吗？出来吗？出来吗？买啥小熊？那不然他还种呢？都蛮好啊。你又不跑完走？哎，那跑又回到那个地方去了。再别他。熊不？啊，不相信我。他后头买的货你花了。嗯。别的。你马上你去割我个项，不过你是最后你弄俩炮子是吧？俩炮肯定是割一下。还行。就哈不卡音，我操！啥交情啊？都交不着的。我听你要掏到多，没接了不？你这还能接吗？出将这你一跳一翻跑啊！那就踢别人腿了，你还非想拉住？上那边去，上那边去跳三百。啊？哎，你那边不行了，球已经完事了，掉上了，你飞不起翔了，就靠着翔人。我是跑拉，是跑拉，掉炮了，兄弟。我上这边没有，你飞这边出，你上这边，这边再上这里跑。这谁啊？没你，这谁给我整的事？你想死了呢？这不是杨飞，这是上我顶时飞的。这个是我看了妻子，和谁啊？和三老二，三老二，三红旗他哥哥，几点钟病啊？还今天？不溜了他们，主要是不溜。这云南一直都放一条鱼，放一条鱼钓破。这是郭老师。花了字我也那回事儿，花了字我也。其实他们，你好像飞机不行，啊？好像是飞机不行了。飞机不行。你刚才上这一跳，你咋拉呀，麦克？没有其他炮在这边，一个。拉到上面吧。你拉炮是干嘛？拉炮，不让他过来。哎呀，快超时了。我踩马了，我如果踩马了，你回马。我想打死你吗？这太支持。俺们我见的是吧？嗯，俺呀，弄上去就落实也可以，咱不讲没事呀。咱家讲讲，你可以落实。啊，跳一下。这我们的湖滨嘛，这头吧，头吧，你们我头不他走啊，你们还能打个卷了？你家湖滨，你湖滨就行了。湖滨刚就骂了。你骂你啊，这是。哎，刀面一拆破拆实。不是，那个一斤了。哎，刀面一拆破一拆实呢。一斤咋回事？咋回事？咋会香？有啥用？它非中香吗？咋会香？这你一讲它能，它都没拆爽，你看，你看你。开上来，我就咱倒一步不行了吧？它倒一步，我不就更好走呀？倒一步，它进岸上。倒一步，岸上。啊，进岸上。岸上见江。你见江拍十一江。走吧。它又走了是吧？你看了吗？它知道它得走啊。走吧，走。走吧，咱走江走哪儿了？啊？咱走哪儿了？走哪门？今天跳一跳，得叫快叫叫那啥的。跳。你跳他也跳，他也跳上。你跳不？你跳不错。他走门了。你不真行的。跳他。不走点。那等于还是啥呀？跳一跳，哎。
上念条嘛。嗯，上念。他得接一句。对，他这个好像没有事了，逮不住。再倒霉一将嘞。没有事，我看你。对了，对。再个，再个。再过来，过来，过来。优势不小，军事好。没事了，保不准。买上了。还想还去？哎，你下去讲吧。想，俺一讲，推这推波。推波。推波。怎么回事？叫不上，他不拉他们，俺就不知道。啊，推波推波回来的。推波。腿不薄，他当他不翻当年人家跳硬吃。家伙，那我都走了吗？那我一后边出来，我都走了没了不？你什么看看？你看他，腿不他当。腿不我下过头清楚了，再挡住。挡住你正好说。我还是成事儿了，我事还有啥事都没有。我一个兵的事。我俩。那什么气？多一个兵能走。你这么教育，俺教育人也人有啥嘞？对不对？你教育俺不教育人缺啥？啊，你这么教育他得上来哦，你再推。能上去吗？你再推一下。推不他还是糟粕当啊？当然糟粕当的嘛。来当一锅。嗯。咋教啊？我那扛不住炮了。你乱说行吗？啊？来蹲下去啊，说不多，我都要没事。有点长，不讲了，我这。他得去准备，准备去。我也凑吧。我咱这还等错？你我凑干啥？啊？等错？想等错干啥？想等错？你还没还能准备回来？哎，不是，我当然想讲一遍。不是，我叫你叫你解决。当你给我时间了，还有十来秒啊！不能乱操啊！这些那你怕不你们敢做？讲不了。你敢做？他就早说了，又不懂。不能乱操这些。不管咋着。不，你拉不住啊。不。我下江天了。江天视频去了。江天人一拍你。我是那啥酒。别哎呀，一拍他！哎，俺跳过来，拍这个不行吗？我跳过来吧。对呀。哎，是。我不敢中。我个人。跳过来。再俺来找找。先讲一下。拱着门。那边的马不现在能讲吗？先掏了门不行。嗯。哎，啊，还就这个就奖金，还让这下午喊的时候，这武器还不带我的手，他来考虑。那这这这他可不说，他你说的话，是啊，是啊，是啊，啊，那是什么就他没。都买一车了。你看，吃不起。人家天着你买，我你都买一车老百姓了吗？保住，明天没空去了，买车了。好，买，都买车了。我直接拆不就行了吗？还这我那么啰嗦？真的，你这天着你。咱俩靠我。去跑一脚，别被扒了。对了，去跑一脚。花了。我对我也没得想法。你呢？我接了，我对我已经，他有十一秒啊。你过好好，弄进来吧。这东西不，我想想呢。行啊，你他不能。不是，你也说哪个好接？你别说那个都要成结巴了。六秒啊，五秒。喂，四秒，没事，三秒。
不是，那俺治不了你。我治你们下了，这个下我是轮，现在看来也不行了。还得看找你那个。叫了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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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了，没意思了。